其实，你凭借你自己的能力，也可以拿回属于张家的一切，是吗？曼宁，谢谢你遵守了你的承诺，把我平安的送回了我的世界。心妍救了我，我又还清了我的债。严总，游戏结束了，我们两清了。你说的对，游戏结束了，我平安的把你送回到了你的世界，我们两清。脆弱的石头，总会有一扇窗，爱的多，一扇窗。